Hmm?看来今日要收获颇丰啊！啊！林使馆，我听说金夫人穿线做媒无出其要，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有意思的故事啊？ 哎呀，这个嘛，快跟我讲啊！弄讲究什么有意思？金娘子，快跟我们说一段。这要是说起来呀，哎呀，就多了去了。哎，你快说，三娘回来了啊？说什么说啊？三娘，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哎呀，你看月娘的开心的表情，那脸上都藏不住笑意了。我看呀，肯定呢是约着他心仪的男子。 约会去了？没有，我方才就是怀上枪。肖总怎么出大事了？这怎么办啊？这么绑着不是回事啊！啊，李哥总，李哥总，李哥总，我们好好聊聊，我们还有的商量是不是？不，你们聚众喝酒还聊，你要跟我聊吗？快快快，三块三，这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把那给我抱上，把杯子给我。 你别掉了！社管也犯错的话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。